点嘛片？北西镇、八地镇、东乡、大坝梅洼的美食都，特别古人住新加坡三楼半那的多一些。北西镇、八地镇、东乡、开坝梅洼的美食都，特别古人住新加坡半里多地的多一些。北西镇、路西亚多。八地镇张大道沿金乌路的二地西，沿途张大道乌路的西的中心，大开把梅花天年庄大林，他们是就别人玩的这里。三大道的三个月，从那到三到那边的地，不是一啥地这个都，大家都都，那边这个嘛都是嘛，全是就地不人住，别人玩的这里。北极镇那一个路路线到八里镇，当的啊到沿金乌都必须的啊是第一，沿途乌都必须的中山镇啊开发没有啊，天天到当天都没得住，这是嘛的的地，到底了到，他这一到啊如果比较到没你，比方那当时嘛去到巴尔亚人那个，巴尔亚人那的乌拉地一个，乌拉地一个啊拢从到都一啊如果。路西的庙古地上大概都大家都都大概三个吧，当中吧，现在有的那都地个人都比较嘛的，特地。新庙不一定就能比吧，这边。